一共是2234个宝箱，现在咱是4024啊，4024钻石，好吧，记一下数字，4024跟那个2234的宝箱，来吧，咱们看看能出多少个钻石，好吧，这个也是，关键是咱们现在需要钻石，不需要钻石的话我就不开了，像那些碎片的话咱们就不多看了，碎片不感兴趣，现在就想弄点钻石，然后弄点东西的，弄点那个什么东西呢，开点钻石，然后弄一下那个王者之影的手雷，把所有东西的手雷都升级一下，都生成王者之影的手雷，就不带别的手雷。怎么又来人邀请了，我还请你能不能不要捣乱，哥哥，再说一下再捣乱我立马退出去把你好友给你删了。咱有个游戏好友都属于非常珍惜的，属于非常稀有的，因为一个 CF 啊能拥有200个游戏好友，所以说本身你想邀请就不容易，你还来捣乱，10000的钻石了，现在已经16000了，已经10000多了，开了一半，那应该开了一半，那就是一个宝箱，一个宝箱100钻石，大家看到没有，现在已经19000了，我去，现在都19000钻石，等开宝箱领取不舒服吗，开宝箱领是什么东西，那这个武则天需要30级吗，武则天20级就够了，这个武则天是什么武则天，不是必中武则天，也不是贵族期，而是348的武则天，就是上你的号给你抽武则天50次，然后你再选择一个史诗皮肤788点券或者888点券的，好吧，马上开完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2万多钻石，2万多，懂了吧，这个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挑选一个史诗皮肤，788点券888点券都可以，懂吗，是这个样子，我去，开光了，兄弟们，开光了，碎片就更不用说，怎么来看下碎片啊，估计是非常浮夸的数字，我去，AK47火麒麟924个，沙鹰游骑兵1500，铁锹游骑兵1000，电竞灵狐1498，就这咱赏金令还没领完，看又不能领，但是不是一领就中断，咱不知道咋回事，咱不敢说，咱不敢问，钻石是32000，刚才是4000，开了28000钻石，平均一个宝箱十几个钻石，平均一个宝箱十几个钻石，太爽了，兄弟们，太爽了！好了，不再多说废话了啊！钻石也到手了，宝箱也开完了，接下来啊，咱们就来这个抽武则天，好吗？抽完武则天，然后发红包，咱们就下直播了，好没？抽完武则天发红包，然后咱们就下直播，咱们到明天的时候再接着玩，好吧？今天肚子实在是难受。